好，我们看啊，这题目说对说的 x 哈，这个恒大恒正恒为正数啊，那么 a 的范围，首先里面哈，它一定要大一点，它恒要大一点。好，那在这条件下，你两边把它取什么？取指数 ，s 平方加 x 加 a。要大于二的零之外，要大于一啊，哦，所以这个限制更强。也就是说 ，x 平方哦加 x 加 a 减一啊，它是恒大于零的。那恒大于零代表啥？代表等于零没有解，没有解的话，就是说判别式哦要小一点。哦 ，b 平方法减掉 4ac， 这要小一点。那也就是说，一加四是五嘛，五要小多少 ？4a。也就是说 ，a 它是要大于四分之五。